看姐姐挑战九宫格。我要跟姐姐一起。请出题目。我要跟姐姐一起。第一行。出完题目交给姐姐解答，还有我解答。好，我们现在要来九宫格解答。少了四个五，三四五九，你每一格都要三四五九。你要先找哪一格没有四？嗯，那你第一个就重复了。第一。姐姐卡关了，姐姐卡关了，厉害！五一，姐姐你玩你的，看这里就这里已经重复了。一，自己九格里面就重复了，自己九格里面也不能重复。看。再来这一个杀手。二。六跟六重复了吗？要一个摆错，对不对？先按你看。所以他说你要你这两个就是已经摆错了，连三就重复了。你到底会不会玩啊？你真的会玩吗？妈妈，你看少一个什么？九，对不对？一，一开始就是错的了，对不对？你看你自己连这个都拼不起来。四，也没有四。你要先找缺最少的棋子开始，缺最少格的开始判断，哪一个缺最少格？对，妹妹来玩，所以妹妹排得出来哦。你这么快就摆那个一是对的吗？你要去试试看呢，一下五八。少说少了。你知道怎么玩吗？还是不会玩？来，我们等妹妹来玩。一三五八，所以你这个只会是什么？五。剩一三五八嘛，那你就慢慢想啊，这边这个，这个有可能是。一三五八都有可能，那这个只会一跟五，对不对？因为它三跟八都在这里了，所以一三五八它这一个有可能是一跟五。那这个呢？这个是一三五八里面它可能是三五，因为它已经有一了，这可能是三五。那这个呢？一三五八它可能是一五八。这样太难了，对不对？你不会玩，对不对？你会玩吗？好，我们先练习六格的好不好？妈妈，你看。没关系，他先自己试试看。妈妈，你看。啊，这个最简单，来，你先这个。这个你算，它少什么？这个九里面算少什么？不懂，先加完六，先玩六的，慢慢。它少什么？你不要先放，每一个一到九都不能重复，对不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然后每一个这里面这个蓝蓝小框框里面也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都不能重复，妈妈，好不好？妈妈，再来试。啊，他想玩了，就来给他弄。你先从中间这个最简单，这个马上就解答出来。这个你看得懂，他不一定看得懂的。他少什么？这个九格里少什么？完了之后，你就像妹妹在那样自己把它讲出来，没有？少什么？少什么？然后再去找。我们先玩一次六个。再来试。看少什么？八五六二。然后你就开始看。算是这个了。八五，这个是八五六二，对不对？这是空，这个二不行。对，那五也不行，对吗？嗯。所以他只剩六跟二，对吗？所以他八也不会在这里，也不会在这里，对吗？八只会在这里。为什么呢？
有可能在这个。六七八九九的。再来是空空三。那你自己慢慢研究好了。那是我的。我让你偷我的。但是题目没有难易度的区别。再来是空空四空。没有，那从一开始啊。可这个是大格的，我要挑战比较难的。通常都是这样子。啊？对啊，通常都是这样子。对啊，那他这刚刚找的简单。空空四空。对，这最简单的第一个。六二空空四空空空好。等一下，你看这排。解题时间。小，你看这排。四。这排小四。三。二。这里有一个四，对不对？一。还要少一个四嘞。是三二一耶。你看，四可以在这里。四。不是。三。可以在这里吗？二。五。可以在这里吗？四十四。可以。可以。那这个可以在这里吗？不行，所以四就一定在这里，对吗？三，三不行，三不能在这里。三可以，三可以在这里吗？也不行，因为它这里有三，自己有三的，有五了，所以三一定在那就没有这个，三就在这。对，那你会了吗？所以跟九，对不对？还少了五跟九，五可以在这个吗？嗯嗯，因为它这里自己有五，还少了，所以这就肯定是九，这个就是五，这样会不会？嗯。六，那你把你这个你是全确定吗？六六六，这四个确定吗？妈妈，再来换哪一个九宫格？它剩什么？把第二题是少了。这个九里面剩什么？剩五二五六四八，对不对？三一六，然后六四五三零六是二五六八吗？四，你都没有在看题目。我都讲错，你都不知道。二，就变成是你在玩。六九都要先教他玩一次啊，二六九，对吗？三，二六九二，六八九二六八九，一，对吗？二六八九，嗯，原来。妈妈，你看第二题解了。不要拿在手上，你就这个。少什么？先怎么办？看，输了。六，这个六跑走了。六，对不对？这个是这里的。这个少一二六来，你自己算。一会在这个吗？不行。为什么？因为这里有个一。然后呢？再来。然后。可以在这个吗？这个四一二。你要看左右，前后左右。六。这个可以在这里吗？一。三二。一，不行。三，为什么？因为这里可以。对，所以你的一就会在哪里？二，这里。对，四，一定是在这里。二二。我感觉这个画面好像有在哪里看过。再来呢，剩什么？跟你换。二跟六。剩二跟六。你确定吗？你要自己看题目。有七。确定。问他，你不要自己讲出来。然后你二跟六你自己摆。六。二的话。现在。这个少三六 OK， 然后呢？你要看隔壁啊。二。好，那六呢？六可以摆这个吗？四六不行。为什么？跟你换。跟你换。要怎样？四没有了。妈妈有事吗？妈妈有事。Okay.妈妈有没有事？你要从空最少的开始。妈妈有没有事？从这这。妈妈有没有事？妹妹。第三排跑什么？少什么？一，少一不能放错。少了八九三。三八九，你要看下面这一排有没有三八九。我的四嘞。有八了，所以八不行。然后呢？我的四嘞。有九了，九不行，所以这个一定是三。啊，我的四呢？那这个一样三八九。这个是下面有八，所以不行。你看是什么？所以
就这一点是吧？嗯，这个九宫格少什么数字？所以少了。少什么？二。跟什么？跟六。对，这个一定是六。嗯。我用七。那这个会是什么？你好，我用八。这个会是。跟你换。嗯，一个。OK。再来了。这一把。还剩八和九。哪一个八跟九？哪一个？你现在看哪一个？这三个了，是不是？嗯。这样这么难哦。一。它就一到九的数字一样。一二三，有四吗？来来，你自己玩的。我再弄这一排，这一排不行，因为这里有个八。对了，我抱着小孩子，我只会坏掉。嗯，我不喜欢这个，这里已经有五了，所以这个淘汰。嗯。诶，我是在这块。那一排剩什么？这个三不行。嗯。所以这个三一定会在这里。嗯。所以这里就是五。那变好少。这排。少了三，结果少了三四五，对，三四五对吗？一二三四五六没有，六已经有了，七也已经有了，八也已经有了，九也已经有了，所以少三四五，对，四五三，四五四三，那你看。这个会是什么？三不能，四不能，所以可能就是五。那他有信心的摆上去。这个三没有，然后不需要三有，就要放回去，可是四没有，所以一定会是四。拿就好了。这个是有了，所以一定会是三。嗯、这个、嗯、只剩下两个，他少什么？你可以从头开始数啊，一二三四八九。这个的话，八跟九，这个少八跟九。你看他自己本身九里那个九宫格里面有少九了，所以这个一定是八，就一定是九。对，这个只有三个，一。五、七 ，OK。第五期的第一个，试试看。这个七一定被淘汰，这里已经有了。那五也被淘汰，这里已经有了，所以这个一定是一。七的话。五跟七，对，剩五跟七。对，要是摆这里，这里有个七了，所以不行，就一定会是这。因为这里有个七，对，跟七，对不对？好，这里 ，OK。接下来是处理这个，这里也只有三个。二，八九。先来确认这一个，这里有二了。所以可能是八或九，八或九不确定。啊、对，先跳过。跳别行了。把这两个处理完，这个先不用。这个好酷。什么？一和三。你看这个。二。五。一个。五绝对不能放在这里，已经有一个了，嗯、所以这里也 OK， 所以这个是一。嗯，这个是五，这剩两个而已，对不对？嗯，它少什么？二，放个什么？六，
先确认这一行，这一行有一了，这一行二跟六，这个不确定，这两个都可以放。二跟六，你看下面那行啊，下面那个二跟六，黄色音，黄色音，它有什么呢？二跟六啊，你不是少二跟六啊？嗯。那这个这么难吗？所以这个第十二。是吗？这个十二，因为这个六个六，所以六在这。就是少这个，少了一。一跟什么？八，十八，这里是一，所以这里就出来了。刚才说八跟九，对不对？嗯，所以盖的八跟九复活了九，这个是八，嗯，都只剩下四个的了，嗯，那就先处理这个，嗯，那少什么？那个九格里少什么？九、二、三、五，先从二开始。这一排九的可能性没了，这里有九，这个也是三，也是在这里，对不对？嗯。它在哪里？我先算这一排。它没有九。九和三的可能性都没了。啊，我有算一。四与五的话。这个也没有九了，因为这里有九了。嗯，这个也没有九了，没有九了，所以九就会在那里。这个有五的可能性，这个有九，现在不是在讲九吗？这个有五，这个没有五，所以应该，应该也不是在找九嘛、嗯？怎么又变五了？我先找九在哪里，九会在哪里？这个可能性已经没了，然后这里九。一定会在这，因为这里也有个九。嗯，这个就少一个什么？这一排。所以这一排就少了二，所以二会在这。嗯、还少了什么？这里三的可能性也没了，所以三会在这，然后五会在这。嗯、二。妈妈，为什么姐姐答对了你都不会拍拍手？是。然后。为什么？为什么姐姐答对了你都不会帮姐姐拍拍手？那等她结束啊。六 ，OK。二不会在哪个？先把不会。二不会在这一个，因为这里有个二，所以这一定会是在这两个其中个，这里已经有个二，所以一定会在这个。嗯。然后四，四这里的可能性最多，因为这里都没有四。至于这一排，这个已经有个四了。姐姐，他只撒一个而已啊。对啊。所以他就是在那里。嗯。好，然后这一排五和六的可能性就是这样子。姐姐快成功了，对不对？嗯。这个少了一、三、八、九。先从一开始，这里没有可能性的，因为这个是一，这个也没有可能性的，所以一定会是这个。再来是三，三这里可能会在这两个其中一个、嗯，可是这里的话，这里已经有个三了，这里有个三，所以它一定会在这。再来是三，三这里。可能会在这两个其中一个、嗯、可是这里的话这里已经有个三了这里有个三、嗯、所以它一定会在这可它是二、嗯、还是三这个一定会是八因为九已经在这了所以会是八然后这里就会是九检查时间哦这里要跑了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了，答对了。我们可以用逆向思考哈，这里排完后，我们下次可以拿十个，或是拿二十个，就会变简单的了，就变简单的了。什么叫拿十个？
这已经是一个牌了。就是、一堆题目，然后呢只有几个。你把挑十个出来，然后给猫咪来挑。哦。对啊，这样就变简单的啊。你变那么集中啦，集中会变很难。然后接下来把全部红色都翻成黑色。没关系，不用翻了，就可以给猫咪拼回去就好了。猫咪，你会拼吗？你来拼一下，姐姐帮你加了十个字。然后这些都是，然后我们现在把九宫格的题目，妹妹还没开始，挑了十个起来，妹妹要来挑战，来，什么？一大脚。OK 的。所以妹妹这样乱摆，等下你摆下去，根本就不知道哪一个是哪一个了。所以你要黑的还是要那个？啊？他现在都是乱摆的。他少什么？二跟四，对不对？对吗？你很确定那个是啊？哦，妈咪厉害！哦，妈咪真厉害！所以这个里面少什么？这个还少一个，对不对？你还是以为猫咪感觉一个角是角吗？你算算看，算是少了。猫咪有它自己的那个逻辑在。一个，总共一大角。看它表情就知道了。一大角啊、哦，不是迷惘的，是怡然自得。这个可能性充满了光啊！七，简简直玩到流汗了。对，七呀、啊、七，这么厉害，你怎么这么厉害？果然是那个，你是看表情，看他脸上表情就知道了。啊，你在找那个九宫格里面少一格的人是谁？少一格的人是谁？这个，它少什么？这个、对，那个少一个，先少一个。对，这个不能二，这个是二。哦。然后这个是，这种就变简单的了。你看他哪能那么清楚？然后呢，这个是，就之前讲，你看他脸上表情就看得出来。猫咪这个虽然简单，但是他的表情是他晓得那个逻辑在。他在那里吗？嗯。嗯。对。然后小胡虽然说排了，就是虽然在下排，但是他的表情比较迷惘，但所以你下次要找一个简单一点给他。嗯。这本簿子里面的意义还是太难了，所以你就变成要排好一个，抽十个、二十、三十个，这样慢慢练回去。哇，太快速了，小明。然后你看好小了，里面都有分等级。你看好小了，最简单的来玩就可以。好，喜欢我的速度，记得订阅我。那下次，下次要挑战更难的吗？更难的吗？嗯，还是更简单一点。可以找简单的。这个我已经可以了，我要更难的。你这个太难的啦。哦。它有更简单的九宫格的弄法，就是格子少，就是那个数字拿出来少一点就可以了。好了，拜拜。拜拜。猫咪。猫咪。我在吃糖果。好。他要记得订阅我。